我来台湾17年了，我是湖南长沙过来的，所以说在城乡会里面有我们理事长，有我们以前的那位老的理事长前辈，还有那个谭昭，都是侯姐啊，詹女士啊，都是我们的前，都是我们前辈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在这边呢，一直由他们噻引到我们进入城乡会。我来城乡会，我来17年，我已经进了16年，所以说我在这里面，在大陆里面我是最资深的。所以说，我说我就遇到就是说，我们两岸一家亲，所以说大家亲不亲，不相认，我们携人于水，我们一定要为保卫我们两岸的和平统一，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。谢谢大家。